似乎开始注意了晕船的问题，只要再加把劲儿，他们就会联起船只了吧？就由老夫直接说服敌人吧。你也与老夫同行吧。这个河水的声音。 真是清脆悦耳，如果再走近一些，一定可以创作出动人的诗篇吧。在战斗期间，还有雅兴作诗，没办法，就由无意同行进行护卫吧。 这里做什么呢？发现了可疑人物，无即刻前去驱逐。被发现了，虽然会有点粗鲁，但是让他们安静下来。 重要敌人，不错不错，就这样继续努力呀！对不起，竟然眼睁睁的放跑可疑者，必须严惩，此次失败。 战争的声音已经完全抹杀了诗歌的旋律，等到世界恢复和平，早晚还可以。我击败了敌将，对不起。就是现在。这下就没有敌人。好了，立即前进吧。
到达这里已经足够了吧？接下来游说敌人连起船只吧。太好了，似乎进展顺利。来治疗你们的晕船吧，把船只全部连在一起，这样就万无一失了。各位，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只要把船连在一起，应该就不会晕船了。真是多亏了您呐！来来来，请多喝几杯。为了预祝胜利，你们也开怀畅饮吧。好了，老夫的任务也到此为止了吧。